大家好，我是柴克，我现在在武汉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，距离武汉三镇和 Vera Diamonds 的比赛开始还有3个半小时。看样子我终于找到了大麦网的取票点，藏在这个地方是生怕我找着是怎么着啊？现在6点20，距离比赛开球还有1个小时40分钟，但我已经听到了从球场里传来的歌声和鼓声。武汉，武汉，武汉，还是很有气势的，而且他们的旗帜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背后这边有一个大大的缺口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客队看台和红钻球迷布置的横幅，所有的球迷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驻足停下来拍一张照，看一看对面普和红钻他们布置的这个横幅，把这面看台布置的超级超级的漂亮。我刚刚还在说武汉三镇球迷会他们的旗子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但是现在跟浦和球迷的一比还是两个不同的档次，毕竟浦和球迷是亚洲最好的球迷了。关于球迷文化这一块呢，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，我们有自己的文化，但是首先得有一个俱乐部活着，俱乐部能够长久的活下去才能有球迷，有了球迷才能有球迷的文化。日本球迷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日本职业俱乐部长久稳定的发展，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日本的球迷文化至少领先我们30年，但是我们慢慢的追赶，这样的差距会慢慢的缩小，就像今天的比赛一样，是我们可以近距离学习日本球迷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。我们的城市已经入场，我们呐喊我们的掌声在哪里？这边好处呢，就是在电视转播的时候会有很漂亮的一个画面，但是劣势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合力，各个组织在唱自己的歌，所以可能在同时助威的时候，自己人给自己人形成了一个干扰。
今天亚足联冠军联赛武汉三镇对阵浦和红钻的比赛。现场广播一直在说三镇的吉祥物，但是我没看到在哪儿啊，好像是一只老虎。为什么非要用老虎？中国这种龙虎豹太多了。不过我真是觉得，如果武汉将来还有其他的球队，或者现在将来有其他的球队的话，吉祥物完全可以用姜文呀，具有地方的代表性。龙汉堡，下半场比赛即将。武汉三镇保住了1-0的一个优势，希望接下来45分钟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个优势，虽然很难，但是还是有希望的。
是招呼替补球员赶紧过来，然后换人了。变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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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裁判要是判二了，看有没有拿到点球的机会。哎，武汉队刚刚被扳平比分数，现在有一个机会拿到点球。大家都是拿出了手机来记录这个点球。裁判抱怨武汉队这边在拖延时间，裁判一直在指着手表说这些我都会补时补给你们的。现在比赛时间来到了82分钟，加上补时的话，应该还有至少20分钟的。武汉三队的球迷打开了手机闪光灯，想要干扰一下博红钻的发球。球迷比较喜欢在罚球的球员面前打开闪光灯来干扰罚球队员。裁判又做了VAR的手势要去查看，难道是一个红牌吗？这是本场比赛裁判第二次判VAR的检查了。第一次检查VAR的时候呢，武汉三镇是获利的一方。直到这一次VAR的判罚结果，武汉三镇会不会有球员吃了红牌？给裁判看完了VAR，来看最终的判罚是什么？没有红牌。这是属于武汉的夜晚。
球员还在做赛后的加练。非常的遗憾，但是结果一场平局对于武汉三镇其实亚冠新军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。实际上在82分钟的时候，当武鹅红钻的球员在向裁判投诉武汉队拖延时间的时候，裁判指了指表，那个时候我说比赛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，最终下半场补时也是有10分钟，真的打满了100多分钟，距离那个82分钟真的有20分钟的比赛，但是补时的时间对于双方都是公平的。在这20分钟比赛，你可以把比分改写为3-1，当然对手也有机会把比分翻成2-2。就如视频开头我所说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向我们的近邻日本队去学习。不光是球员可以学习，我们球迷也一样可以去学习。因为我就临近着客队看台，客队的球迷他们整场比赛，从赛前的热身到比赛进行当中以及到赛后的谢场，他们的歌声没有停止过。武汉的这几个球迷会，他们的战斗力也是很强，但是在某个时间段他们也会停下来休息一下。浦和的这些球迷整场没有停止过。视频的结尾还是谈一谈感想吧，我觉得真的应该感谢三镇俱乐部把亚冠联赛带到了武汉，能够让武汉的球迷在家门口就看到亚洲最高级别的俱乐部的赛事。我觉得这样一个能够开眼看世界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。日本的足球文化能有这样的一个积淀，离不开他们俱乐部的稳定，他们的俱乐部能够存活超过30年，这个赛季是这联赛的30年，其实也是中国职业化的第30个年头。但是30年前这联赛初创的那些俱乐部到现在都还存在，而30年前我们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那些俱乐部现在还有几个在呢？没有俱乐部的存在，没有俱乐部这么多年一场一场比赛，没有这么多年球迷的陪伴，哪里有什么足球文化的沉淀呢？今天入场之前，很多武汉的球迷都在拍客队球迷看台的布置，每一条横幅，每一面门旗，都是他们几十年球迷文化的沉淀。